嗨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又要来玩暌违四年的后宫跳高比赛了。上次表现最好就是柚子嘛，大家都应该很记得。他上次好像是跳了第九层最上面的被他弄，稍微磨到一点。然后我们这次一样会用这种方式，就是去让他们跳高。然后因为很多只啊，他们都是会很想冲回去房间的。比如说像 Socus 四年前他是没有参加比赛，因为那时候他不适合跟别人这样子耗在一起。但今天因为没有可以隔离嘛，所以我们在玩的时候呢，其他猫就我们会让他隔离在别的地方。哦，对，所以他是可以安心的跑。对 Socus 来讲，他算是新人，猫咪跳高界的新人，还有小花啦，小花也是新人，但小花不太会理我们，就是了。我觉得小花应该有机会，搞不好跳得比柚子还强。这样想一想，柚子今年应该没那么强，因为他那个跳的动力没有像四年前那么好了，而且他的体力也有下降。那我们这次也是要用这个春风的卫生纸，然后这是我们最近跟春风联名出的新的包装，一样会用它来做那个城墙啦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。第一关三层大概是30公分，好，伸脚来，伸脚，眼睛亮了，但身体不动，伸脚来了，哎，来，伸脚来了，那跳，跳，好高，好高，好高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跳过了，伸脚超强的，他为了吃是不是很强？再加一层，再加一层，我觉得这个有点难了啦，伸脚来。伸脚运动啊，运动时间到，来运动之后就可以得到奖励。嗯，来喽，来伸脚来，来喽，从旁边啊，从旁边，他直接从旁边走，就这样。好了，失败，再练一次，练一次，三十公分挑战成功。好，现在是回到三层，然后下一个挑战者是小花来，小花，小花要跳过去，跳，要跳过去哦，跳哦，快证明你不是笨蛋，跳过去啊，不然大家都在笑你了。直接把他推倒！你跳两层的还跳不过来吗？打你！跳哦！他没有跳，而且他还撞掉一层。你拿那个逗猫棒，看他会不会跳过去？哦哦哦！哎，可以耶！他其实可以啦。小花能不能挑战第四层呢？哦哦，可以耶！他表现比我想象好了，那我们再加一层。那我们现在5层了，我们决定要先把小花抱进去里面。晚唐跑进去了，我们准备试试看晚唐。晚唐来，直接 go 挑战五层。五五五层。五可以耶，他可以耶，他很顺哎，而且他完全没有碰到的样子。我们小花选手进去里面，现在挑战是5层，他在干嘛？在抓，哦，可以耶，哦，可抓，哦，可以耶，他这次好像是真正用跳的，对，完全可以耶。第6层，现在应该有快60公分哦。现在柚子刚好出来了，然后我们这边是6层，柚子，这个是上届冠军哎，柚子，很高哦，那我帮你拿掉一层吗？5层可以吧？柚子忘记怎么玩了。哦，哦，哦，可以耶，他可以，他完全没碰到啊，他跳得很好笑哎，现在要挑战6层，柚子，哦，哦，有哎，他明明可以的嘛，他还没睡醒吧？我觉得，对，他刚刚睡醒了，还没伸展筋骨，对啊，第7层。柚子，柚子啊！哦哦哦！好轻巧哦，完全没碰到哎。对啊，好强啊！小花还没挑战第6层，换小花吧。小花直接顺着柚子的7，小花挑战7哦。刚刚是5哦，刚刚是5哦，刚刚是5哦，失败。我们现在是8层，80公分。哎，柚子8层哦，我相信他可以。柚子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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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耶，好帅哦，好帅哦，
帅哦，这次好帅哦，九成了。他目前已经追平四年前的记录了，如果这层跳过去的话，他就破纪录了。柚子挑战第九，柚子看你能不能破纪录。柚子，柚子，柚子来了，柚子来了，倒了，但是已经很强，因为他四年来没有退步，都一样是在第九层的时候卡关。我本来预计他可能六层七层就差不多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期待的是 Socus。我现在把一些 Socus 不喜欢的公猫都关起来了，所以现在就是 Socus 要来参赛。你今天第一次挑战哦，五层很简单吧？你看下去应该就瞬间要来了。Socus。哇Socks， 这么快？太快了吧！失败了，失败，三五成呢？阿妈，你之前没有怎么玩，我们这次给你玩三成。来，阿妈试试看，阿妈试试看，阿妈，我来，简单版的而已啊。跳，帅气的跳，呜。有啦，会没碰到马四层哦，马你可以的，阿马来，来喽，哎，阿马跳 ，Go， 阿马 Go， 可以 ，Go， 可以 ，Go， 可以，可以 ，Go。欸、他也先摸一下，先摸一下，很好笑哎，跳上去是 OK 的，是好吃的。阿玛，来喽！为了食物而跳。哎呀，我这个城墙怎么一再变高？阿玛，不行你就直接推倒啊！阿玛，阿玛，放弃嘞。这跳出来就有了东西吃了，他有看到，来近一点点啊！哦哦，阿妈，直接推倒吧，哦、好可爱哦、喔！他的战术是想自己先弄倒，慢点，哦，快推倒，快推倒，好笑，阿玛是跳高。好，我们现在是招地挑战者，我们现在是四层哦。嗯，哦，轻轻松松啊。现在是五层，哦，轻轻松松哎，招地来，哦。哦，可以，也可以耶，招弟也可以耶，第七层哎，招弟来，招弟，我现在完全看不到招弟，招弟又有点高，招弟，哦，招弟，哦，招弟，哦，哎，过了哎，过了哎，过了。过了哎、欸，完美哎、欸，招弟你好强啊！招弟你现在已经是亚军了，过了小花不能过的关卡了。他下一关是八层，他如果过了八层的话，就直接追平柚子。这跟柚子同样都是冠军。对，而且他是属于冷静型的选手。哎，他超冷静的，看起来好像跳不过，但是他就轻轻松松就跳过去了。搞不好他可以九哎，招弟，招弟，挑战这里啊，八层。小弟，小弟加油！小弟来，小弟，柚子也在那边看呢、欸。柚子在看有没有人会超过他的记录。结果小花也来了，小花来什么意思？你刚刚输了、欸，哎、欸，好像要咯哦，还要咯哦，还要咯哦，过了，他过了，他过了，八
层过嘞。哦，我们现在到第九层嘞，竟然是招娣。招娣，我跟你说，你接下来这层你是第九层，你只要过了，你就超越柚子，你就是第一名冠军了。跳高冠军哎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如果输了，你就只是你也是冠军，因为你就跟柚子同样层级，我们就两个冠军，他就可以得到最佳新人奖了。九层哎，好紧张哦！小弟加油，小弟。倒了，他们家就是两个第一名，并列第一。欸，所以第九层其实是猫咪们的关卡，猫咪的一个极限，我觉得。但我们这次没有测到就是晚肠，晚肠不知道它到底可以到哪里。晚肠，你要不要来玩？来晚肠挑战，晚肠挑战七，五。晚肠现在挑战七竟然成功了，所以晚肠已经超过小花，晚肠接下来就是可以挑战八。我们现在已经八百好，晚肠要挑战八咯。八很高哎，对，蛮高，可以吗啦？可以吗啦？可以吗啦？可以耶！他也是第八层的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就是跟招娣还有柚子一样，都是并列第一了。他只要超过这层，他就会变成自己第一，因为他刚刚好像完全不费力，可以吗？他犹豫了，酒不行了，他犹豫了。哇，所以酒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关卡，他已经觉得这不是可以跳过的。这可能一般的家猫如果可以跳过酒的话，可能可以参加另外一个层级的比赛。这真的蛮高的，就休息啊，休息吗？露挑战一下，我们从三层开始好不好？你对露的期望是？我觉得他可以到十层。怎么可能？他往后面那边去玩呢？不是那边啊，不是那边啊，他想玩那个一层的，跳啊！哦，可以。他进去了。四层，他进去了。露露四层可以吧？露露，哦，可以哦。来。哦，可以耶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，跳起来好可爱。露露跳起来真的超可爱，肥肥的。露露加油！露露，露露加油！第五层放弃吗？定格在这里耶，你要怎么帮他？对吧？那我拿这两个拿起来。该不会看得到才可以吧？要把这三个都拿起来。那不是跟刚刚一样吗？对啊。所以代表他第五层就失败了吗？有啊有，哦，到了他极限啦。是阿玛的过关奖励吗？对，阿玛，阿玛今天表现很棒，现在是过关奖励。有过关的才有，有努力的才有。小花要努力吗？因为你刚刚第七关失败，那我们看看你第六关能不能成功。嗯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第六关没有成功的话，你就是直到第五关。直到第五关。欸，可以耶，第六关成功耶，第七关不行，第七关失败了。小花给你吃，很棒很棒。柚子，针对你今年的第一名的冠军宝座，现在有两个人跟你分享，招娣跟你并列冠军，还有晚肠，你没什么反应耶？他不介意，但他维持得很好耶，代表这四年他没有，哦，这四年还是维持在一样的高度，很强。对啊，超乎我们想象哎！我本来以为你今年大概六成或七成就会失败，因为他变胖，然后年纪又变大，但还是一样很强哎。九成真的是猫咪的一个坎哎。我觉得大家可以在那个，如果你自己家里面有那个猫咪的话，应该试试看让你们家的猫玩。有超过九成的，可以让我们知道。如果你家的猫超过九成的话，代表你家的猫在后宫会变第一名哦。应该也是很多猫咪的第一名吧？对，我好奇。小弟啊，这次很棒哦，很厉害哦，这次表现不错啊，阿玛。哪里不错？他很会跳，阿玛。他现在在的这个台子上啊，这个也都是你自己买回来，然后一个一个定起来。对啊，我自己先量好，就是每个活动的空间大概要多宽啊。